厕所里不给烧电。为啥？他说了，这不让滚，是滚了会罚钱。大概这意思，说滚吧，我说让我滚来，我再听听。哦，说意思烧吧。那你就说我烧一壶水就好了。我烧他听不懂，他说你讲话我耳背。一个老太婆在里面，多大的啊？这水不用又不能喝。洗脚啊，泡脚啊。哎，洗脸的时候可以放少放点。给我吓一跳，说滚吧，好像是这个音呢。看我们洗脸用多少水啊，今天都算奢侈的了。今天有没有今天热水冷水都有，看有没有一碗水。我的天哪，来洗吧。我洗了。哎，你的脑瓜不用搓了，已经够亮了。我洗过都不能用了这毛巾。你洗过的那个了，都你胡渣拉掉毛了都。哎呀，哎，你瞅瞅你那水。你刚才洗也不这样。滚呗！你先来给别人看看，来，请你来给朋友给我看看。黑黢黢的。开始洗脚了哈。哎呀，好，我得赶紧出来，不然水凉了，我给你洗。底下都是雪、啊，它肯定凉得快呀。大家好，今天早晨我们就不做饭了。昨天我们在这块露营的，今天早晨我们不做饭，刷牙洗脸，然后去吃个早餐。听说胡辣汤好吃，看烧水的壶也上冻了，上冻全冻，看我的天，这是咬烧什么，替人家喝呗。再放开开灯啊。昨天晚上睡这里啊，确实冷哈、哦，而且脚还伸不开，真伸不开。我现在我都圈着睡的。他说对完了，我现在又把这些衣物搬上来，等会就开车走了，吃过饭。我是这样想的，俺们先刷牙洗脸，先给车锁上，刷牙洗脸，然后去吃饭，回来整，你给我整过就晚了，吃早餐。六月六来家家忙，又被独守空房，风起月起那边拍呢。王先生，冷不冷啊？这里面冷是冷一点，还好还能吃冲什么。冷这附近有吃早餐的地方吗？你想吃什么？胡辣汤。往右拐。啊，那块正三的胡辣汤，你可以离宿园打地铺，你咋都打这了。正三。啊。啊，什么正？方正的正。啊，方正的正。顺着刚才那个老伯给我们指点的方向，我们去吃早餐。嘿嘿嘿，今天不做饭啊，奢侈一把。什么叫奢侈一把？来河南不喝胡辣汤，就白来河南了。你还是怪你想吃。哎呀，我这个雷锋帽好看吗？小黄车都泛滥了，小黄车、小绿车、小蓝车。胡辣汤，还有胡辣汤吗？啊，有。有啊，凉了。这买单。嗯，先走吧，走好了可以。先吃饭。啊啊。走好了。给妈妈再用。胡辣汤还没有肉。是吗？嗯，有肉的，心房的紧张的，紧张的紧受不了。老七，你看俺们喝这个胡辣汤。为什么你喜欢吃泡油条？或者没有的呢？够味哈、哦，还不辣、嗯，但是还辣。啊，吃过了，这个早餐吃的有滋有味啊、哦。确实不贵哦，我给你们算一下，我们一共吃了16.5块，两碗汤还是牛肉的胡辣汤，6个水煎包，一个大包子，还带回来了，然后还有3块钱油条，是不是很实惠？
关键是这味道确实正宗哦。不一样。你们如果要来开封的话，这个叫金明池这个附近有叫正山的早餐店，搜一下外卖也有啊。陆陆续续人家都开始上班了。三两无业游民。心里有烦恼的朋友，建议你们走出来，走出那个让你钻牛角尖的地方。说实话，走走是挺舒服的。我想家里居个那还个，又无所事事，还有班，是不是？对。出来走走，清新，顺解开朗。对，出来不要讲的是，没钱呢出不去啊。有钱有有钱的旅游方法，没钱有没钱的穷游方法，是不是？咱俩旅游都是睡车里，自己少办。你看这些高楼大厦，这些美景，这些公共设施，不都是免费的吗？是不是？免费让你一饱眼福，你看。虽然每个城市都一样的钢筋水泥，但是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风格和人情味。